民警赶到杭津渠高速往杭州方向刚过金华互通的位置，看到一辆越野车打着双跳停在应急车道上，后方摆放了警示标志，护栏外站着一名女士。你是哪里过来的？金华过来的。你先上过高速吗？我没有，我车骑出来才三天。驾驶证什么时候考的啦？6年了，没摸，就是没有上过高速。民警帮忙把这辆车开到就近出口，下了高速。据了解，这位驾驶员当天从金华出发前往义乌，因为第一次上高速，越开越紧张，后来就把车停到了路旁寻求帮助。就一直有开，没上过高速。什么原因？就是说是不敢开的。就紧张，心里发抖。不好意思，浪费你们时间。你第一次上边上最好有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做边上，去试个几次，那就会了。